我三拳头，今天就算他厉害。有个哥们更有意思，跟我说：“快帮我解个毒吧，我都快到这掉到白银了。”我看怎么说的啊？十几连跪了，从黄金山马上掉到白银了，匹配到的都是神队友，不是挂机就是送人头的，不然就是菜鸡，我心态崩了。我一看啊、哦，原来是昨天给我发的，有一个年轻人啊，说他被坑的已经不行了，但我一看啊、哦，他的这个密码是错的。女人啪啪啪啪，他们说我是个恶霸，啪啪啪啪，一回来我操，居然跑了，哼，你以为你能逃得出我的手掌心，小绿纹？你还有闪现了吗？还追？那你换哟？怎么升了？大势所趋，必然凯旋。我天哪，升了！被女人给杀了，这是耻辱啊！没关系，他没血了，我们上线他还是打不过我们，哎，没有事情。哎，我如果在这儿一下蛤蟆，能不能把蛤蟆给震出来呀、啊？先来插个眼儿，啊，小女人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不用你在我这儿来秀来秀去的，你兵肯定补不了。阿杜根，啊，他回家就回家吧。哎，他兵怎么补了不给钱呢？艾克来呀！哎，你上吧，我就不杀了。来来来，我干他！我靠，一下啪啪啪啪啪，阿杜根啪啪。完了，没打出来的一下子，打了一下小兵。不过其实打不打小兵他也死不了，也打不过。主要是他给双 buff 了，他也没给双 buff 还好。先来个狂风之力儿啊，这样好。那小兵太多了，一小兵也属于正常操作。我没摁波浪剑吧，你们哎，你也哎，小兵真是的。无伤大雅啊。
不行，我必须得好好补刀了。好阿杜跟我的炮车，这我没想到啊，这波直接越塔杀的，直接给他怀中暴灭杀，这波兵他肯定是吃不了，直接越塔啊，都不跟他多比比，这都吃个药，直接上来就干，啪啪链回来，啪啪，嗷呦根！哎呦，这进夫的这个爆发是真高，他五级满血，你们知道吧？我能越塔给他杀了，我六级，只要六级就能越塔，直接就杀。好了，哎，来，兵都没试着，死，哎，没试着经验，哎，我要鼓个掌，小妹妹。我十八秒有大，来，直接往前追，一层，好，链回来，啪啪，下波我们再越塔杀他啊！哎，他是不是有传送啊？我们还有一个帮凶，先吃个药来，一回来，啪啪，哎，直接起飞，啪啪，啪啪，啪啪啪，啪啪，来，跟我上。链回来哈，你来，链，可以，这怎么死的 ？nice 啊，兄弟，没事啊，中路是个女人，她来了也没用。哎，这个男人我打不过，走回家。来这个，再来这个，收集者一除，就开始收集女人。哼，哎呀哈，荒风自立。辛德拉已经死了，在我面前他已经是一具尸体了，兄弟们知道吧，哎，注意我们的连招，先让这个兵没，他视野小一点，直接开个 Q 狂风之力，接拉拉他点炎，
他有推，省得他有推啊。把中路线吃一吃。就你叫蓝枪啊！啊，就你叫蓝枪，打的就是你蓝枪。辛德拉呢？没人了，还有个蓝枪，啊，找到蓝枪，哇，这沙米拉有点狠。先把蓝打了吧，听说女警在下路混得风生水起呀，帮你打个蓝啊。来，我们在这儿找到女警，女警呢？靠！女警不愿意敢看我们。哎呦啊！这波连招没连好啊！这波怎么摁了个 W 呢？嘿呀！这不坏了吗？啊！这波怎么摁了个 W 呢？哎呀，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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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手没摁过来，这波手没摁过来，哎，气死我了！你们知道？闪现摁一再摁 E 有多难不？我刚才三个手指头是这样放的，这个样子 F 放在这里， E 放在这里， E 放在这里，我就一直在想，我说这个闪现 E 是怎么用的，我得非常流畅的给它打出来，然后把这女警秒了，大家扣一波六六六。我就三个手指头放完以后，我不知道怎么摁了，你知道吧？我摁完以后，你摁一跟摁 E 还是可以摁的，但是摁三个键的手势有点太难了，你知道吗 ？F 一 E， 确实有点难，先扫一下。抽开起来，你就你叫绿门呐！这确实很考验我的操作。有些兄弟说要改一下剑子，老年人了，剑子不好改呀。拉回来，啪！你起飞了，哈啪！拉我，阿杜根，死了，全死。
为什么我的嘴还会流血呀？就时不时的就流一波血，时不时就流一波血，是为什么呢？前三天正常，我是一号去的，今天都五号了，这属于五四天了。当你在高处的时候，总有些蠢蛋想把你拉下马，他们抓着你的脚，把你的漂亮鞋子弄得一塌糊涂。咱先打个红。哎我这重砸，我马上到啊，这蓝枪呢也不起，但我可以杀个绿纹，直接上来。来，就你叫女警啊啊！哦，一个正义冲拳，啪啪啪，不行了，死了。没关系，我杀了一个女人。太脆了，你看我打的女警啊，那肯定得脆呀，那不可能你又肉伤害又特别的高，对不对？那就不正常了。如果你的伤害特别的高，那你一定是脆的，你一定不可能很幼。在我的嘴里左边总是会有一股暖流涌出来，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呢，好像是血。杀波女警啊！就你叫蓝枪啊啊！哼，塔杀，我就不闪了。我 W 我先出塔再用，我在塔里边用那不还被塔砸吗？那不傻着吗？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死死吧。这是进夫一换一很正常。这把没我发挥的空间，俺们家队友太猛了。